电视先锋群星会，今晚 TVBE 星光荟萃，超过500位艺员歌星一齐演出，香港电视史上有史以来最大卡士的电视节目，一个跨越一间电视台的隆重盛会，电视先锋群星会现在开始。今晚参与群星大检阅的艺员包括有欧娥、欧阳沙飞、欧瑞伟、欧瑞强、欧阳振华、陈友厚、陈国志、陈安莹、陈美琪、陈权威、陈国权、陈君荣、陈玉麟、陈家辉、陈中坚、陈敏仪、陈家贤、陈慧如、陈恩健、陈家碧、陈秀珠、陈淑兰、陈宝仪、陈慧仪、陈国光、陈洁仪、陈佩珊、陈冕良、陈发荣、程思俊、陈尚来、张凤梨、张英才、张宣薇、张兆辉、张志强、张碧琪、张伟健、张静、张毅、张洪昌、张彩薇、张振华、张百年、郑艳丽、郑裕玲、郑嘉穗、郑嘉欣、郑君志、郑少平、郑伊健、郑维嘉、郑雷、艾威、徐广林、庄文清、周海媚、周星驰、周天德、周慧敏、周国伦、周文华、朱瑞堂、朱铁和、朱维德、朱刚、朱成彩、朱慧珊、朱洁仪、钟淑慧、秦王、楚少奇、招红、蔡嘉莉、蔡云、蔡风华、蔡国权、蔡恩华、曹济、曹德坚、崔家宝、迪宝拿摩亚、冯瑞珍、冯国、冯志峰、方杰、方晓红、何嘉丽、何桂林、何碧坚、何礼南、何广伦、何伟龙、钟扬、何国荣、何英伟、何超杰、许日华、许少红、许实贤、许志佳、夏平、夏雨、韩玉霞、韩玛丽、韩俊、侯慧云、叶丽霞、叶碧云、叶天恒、高飞、关海山、关朝聪、关礼杰、关秀眉、关清、关子彪、郭俊安、郭正雄、郭富城、郭志浩、郭秀云、郭德信、江恩燕、江明辉、江玲、江毅、邝座辉、龚慈恩、成恩、金国维、姜维南、蓝洁英、刘雅丽、刘美娟、刘兆铭、刘嘉玲、刘刚、刘家勇、刘青云、刘秀平、刘兆章、刘桂芳、刘石明、梁朝伟、梁洁芳、梁爱、梁家人、梁少迪、梁圣子、梁建平、梁佩玲、梁宝晶、梁信燕、梁山、梁咏琳、梁佩瑜、梁迪辉、梁乐怡、梁荣忠、李友毅、李宗明、李海生、李杰尊、李杨道、李林林、李家鼎、李美凤、李黄生、李婉华、李嘉星、李耀敬、李成昌、李桂英、李建强、李显明、李丽丽、李隆基、李国伦、李慧文、李子雄、李以霞、李文彪、李思琪、李子琪、李建朗、林嘉丽、林伟臣、林凡、林立三、林永贤、林文龙、林家栋、林建辉、林聪、林燕玲、林利、林其恩、林以琪、林韩真、林道权、林家华、林影辉、罗慧娟、罗家良、罗浩佳、罗丽娟、罗国维、罗君佐、罗明珠、罗兰、罗洛林、罗网、罗雪玲、林礼文、林汉、卢大伟、卢敏仪、卢婉欣、黎美娴、黎子珊、黎冠成、黎耀祥、黎碧光、黎海山、黎秀英、陆应康、吕有为、吕良伟、吕建光、廖丽丽、廖启智、廖伟雄、蓝红、俊雄、骆应君、骆俊文、雷宇阳、柳影红、马汉琴、马中德、马小虎、马海伦、马建聪、马清怡、麦子云、麦浩维、麦长青、麦翠娴、麦天恩、万子良、梅兰、梅小慧、毛俊君、万龙、
文雪儿、吴晶晶、吴咏红、吴镇宇、吴丽珠、吴国君、吴华山、吴翠婷、吴代容、吴启明、吴孟达、吴海山、吴婉仪、吴刚、颜国良、颜超雄、魏以清、吴洁梅、白文彪、白兰、白恩、白彪、白允琴、潘邦邦、潘文柏、潘振伟、潘宗明、包邦、谭辉、双耳、邵美琪、石修、石云、石坚、张天鹅、孙桂兴、冼宝华、沈殿霞、邵仲恒、薛俊、苏杏璇、苏汉生、丛世权、单剑图、萧山人、曾光、曾守明、曾华善、曾伟权、曾近荣、曾鹏展、曾伟云、曾耀明、曾建明、曾学生、徐宝伦、田青、田永嘉、戴志慧、戴少文、丁恩、陶大宇、谢玲、谢月美、谭一川、谭炳文、谭玉英、谭少明、谭善红、谭全庆、邓渊敏、邓瑞文、邓宇超、邓旭荣、杜少津、黄日华、黄一飞、黄焕君、黄英耀、黄旭明、黄新、黄泽文、黄天铎、黄宗次、黄敏仪、黄思恩、黄志贤、黄宝君、黄凤平、黄子扬、黄德斌、黄仲康、黄秋生、黄成长、黄建峰、黄海恩、黄爱山、黄伟林、黄文彪、黄以琴、黄敏玲、黄维德、黄舒淇、黄爱明、黄红琴、黄伟、黄伟良、黄翠玉、胡月山、胡美仪、胡峰、胡英文、韦以恩、韦俊英、屈宝燕、温湘燕、温兆伦、汪梅泉、于善、于峰、姚正清、余文思、余以霞、余慕年、余嘉伦、余明、余天伟、余忠义、岳华、邱国良、邱碧如、杨瑞麟、杨宝玲、杨子涛、杨玲、杨美仪、杨盼盼、杨德时、易玲、甄子丹、翁伟德、容嘉丽。为了纪念这个这么有意义的盛会，我们敦请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行政主席邵逸夫爵士进场，有请应届香港小姐陈发蓉小姐恭陪拍照留念。邵逸夫爵士同大家合照留念，跟住